用一个斗子找着辣椒，然后找着肉咸起来。嗯，或是我在萝卜吃晚饭，吃完饭去做倒血以后，他们在血里皱，然后皱了我，将锅往血外头去喂，我不出去，他只要拿我吃的微笑，问我，我身上没有纹路，然后他们给我救血，又跟着救我去啊，一共八个人，给我救出去了，然后倒血外头用，弄给我打晕啊，打晕以后我不知道。最后醒来以后是在老年协会，他们先拿这啤酒瓶，又拿啤酒瓶给你刀子给我，实情啊，用刀子划你哪了？都是划这，啊，都划你腿了是吧？嗯，胳膊也是给我打，痛过，还有腰，牙咋是？牙打断了是吧？哦，然后他们把我打晕以后，然后又用啤酒把我叫醒了，说给我消炎，然后就跑。然后他们都跑了。哦，啊，他们是哪的人？县城的。县城的，不是学生。我也不认识，我觉得应该是县城。当时你是在学校是吧？哦，他们啊，那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学校的保安没管吗？没管，学校保安也没管。哦，打了脑袋很疼，脑子中了后血疙瘩。去考试也是，经过我爸和我妈给我送去。当时走了就不敢走，这个腿很疼。然后我就最后给我送去了，接送去，就这样简单的把考试考完。你感觉考得咋样？感觉很不理想。很不理想。老师要打听，那你赶紧报警吧，可能会在那孩子脚踝都是自然打，那时候想打的娃子都打了。我说呀，报警我报恁那去，我咋报？那时候我一时头脑，我发着我晕，一时我吓得不行，我不知道咋报警啊。这会儿说，呀，那我咋报警？报警是咋报？他说你赶紧打吧，打110嘛。我电话头着还没打嘞，他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别打了，让打了人家散。没有看孩子打的那时候浑身是血，鼻子嘞一流，鼻子也打流血了，眼泪也打红了，都是鼻子脸头我们好。当时孩子在那地上那扔了血，那老年活动中心那流那血都多大一滩。